我们三个人啊，瘦归瘦啊，可是每一个人的骨盆宽都不太一样，甚至有人是里面骨盆最宽的，但是他都可以帮我们把这里修得非常的笔直漂亮。白色你绝对是要穿肤色内着，它呢是有压褶的嘛，所以呢它的压褶加上它的本部的垂坠跟冰凉，我觉得整个就像仙女般一样。我身高161，刚刚穿平底鞋，现在穿小白鞋，所以你要穿什么鞋都可以。然后弹性呢，这件你不用担心 ，S M L X L 基本上都可以穿。身高是167，53公斤，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垂坠度，我甚至是踩小白鞋，你可以看到完全是过脚踝的长度，也没有刻意穿底哦，就在中高腰左右的位置。那如果小只一点，女生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像Kelly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整体的长度可以大一点，运动球鞋、老爹鞋绝对都可以，不用踩到跟靴，你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垂坠效果。跟着巨人狗时髦大脚走，请给爱心哦。